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 ，OK， 啊，今天是我们披界堂卫理公会新时代的社会关怀组，我们在这个大门斯利姆达这个救灾的地方帮忙分发100个那个 DRAM 给这边的灾民，所以我们也谢谢弟兄姐妹们很积极的参与在当中。虽然我们只是6天的时间里面准备，但我相信有神的同在，我们克服一切的困难，我们今天都在这里了，真的很感激，感激大家的参与，也谢谢天父给我们有这个机会在这个地方来服侍，希望这小小的礼物对这边的居民有一点的安慰吧。OK， 还有我们总共是100个 DRAM，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在做，说希望能够带给这100户的家庭他们的这安慰跟快乐，知道他们一些还在清洗当中，然后他们的损失实在太多了，但我们只是一点点的心意在这个地方来服务，感谢神，也谢谢大家的参与。今天我们披界新市堂来到这里斯利穆德呢，我们想要分发这个提篮给有需要的群体，因为他们面对这个水灾的灾害的时候，他们需要外来的资源，所以教会也很实际的来到当中来给予最大的帮助了，希望我们所做的能够成为这里的人的祝福。新市堂的会友同心合一的来到这里斯利穆大来进行社会关怀运动，好的交流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祷告，阿门。3个月的时候有水灾嘛，情况是蛮吓人一下的啦。朋友们，我们来自比利亚的以世界小组，我们今天做的事就是深入世界，真实的走入社区帮助他们。我是秀君，今天来这里是想要帮助这里的灾民。今天就跟比利亚团体的组员们一起来帮助这边的。我是布道组的，但是我觉得教会的施工，无论是布道还是社会关怀，我们都要一起来施工。哎，大家好，我看今天的这个行动是非常我们有意义的。虽然我刚刚打了布施几天，但是我在家休息了，然后我今天心里面很感动，我就赶过来参与这个行动。耶，大家加油！